早上五点钟到地里面直接去砍的，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蔬菜到上海要保证它的新鲜度，保证它的质量是最好的。我们就是为了上海的人民，让他们吃的放心，就是拿的舒心，这也是我们温岭人民的一点心意。叫了三辆车，春笋大概是20万斤，还有一个我们这里的一个高山蔬菜包心菜大概是9吨。我希望共同努力抗争疫情，上海加油！